三角梅不开花，花盆里埋个鸡蛋，一年都不用施肥，花开爆盆。鸡蛋是帮助我们补充身体所需要的营养，可是大部分人呢都知道鸡蛋是用来食用的，可却不知道鸡蛋其实是可以用来养花的。鸡蛋壳可以用来养花，大家呢都知道，但是这个整个鸡蛋也是可以用来养花的，并且呢能让花呀花开爆盆。如果你家的三角梅呢这个不开花，那我们就把它修剪一下，修剪好，把这些叶片都去给它修剪掉。修剪掉之后，我们在这个花盆里去给它挖个洞，然后找一个鸡蛋，鸡蛋戳个洞，然后放入一半大蒜，去给它倒扣在花盆中，埋上土壤。我们呢可以这个花盆，如果说是三角梅过大的话，我们可以在这个花盆边各埋一个鸡蛋，可以就是说花盆里埋上两个鸡蛋就可以了。这样呢一年呀都不用施肥。因为鸡蛋呢是比较温和的，而且呢它也不会伤到我们植物的根系，因此呢就是说大家在这个花盆的旁边埋一个鸡蛋，这样呢会更加的省事，而且效果也是非常好的，能让这个三角梅花开爆盆。如果你家的三角梅不开花的话，可以啊用这个方法试一下，操作简单。喜欢的花友呢可以点个关注，咱们下期再见。